西边。屋里沙发后边那盘啊，还没有箱子。不能，那天我记得我都收拾干净的了。关键还有合集，有那鞋子用。还是那次打那个？还是那回打的，那车多长时间？还有多少了？还能有十斤八斤了。他还能不能养瘦了啊？咋不瘦呢？他老也不吃啥是吧？等等。哎呀，多个小鸡儿。我那天老没拉扣，他跟我辞了。蹬不下去吧？哎呀，我说走都不干。哎呀，这是一里来电，非得请我。回来睡一觉，晚上下午就睡一觉，睡到半夜三点钟醒了，亮天又睡着了。上劲儿。这豆腐化了，能不能吃？能，能化了能。啊，化了能，就化了才好呢。大姐姐们，明白？你要洗啊？啊。来。切材料，跟那个闹小鸡一样，来，你就往这切，炝汤。啊，这不晚上还烧吗？不烧，都多少天没烧了。你来整个地瓜啊！地瓜啊！这小鸡咱不捞了，咱给它上锅子吃。怎么就能上锅子？能回吧？啊！你这回你不拉这鸡拉你会干的。不是，我说怎么就能上锅了？啊，是。哎，锅都快上地下来了，上桌上来了，炒的呢。这能啊？你这在马这面的，你这一面能。这个能。俺们那个就没有这样式的，俺们就买的就是那就那就这么大一小块的。好了，给它倒屁股上了。小人翻板儿的。看小人啥样？小人差不多了，刚才我待会儿。上拿酒。你看，拿酒。拿酒，大姐，大姐，拿吧。拿酒，拿酒吧。行，行。结棒了，你俩快。这鱼炖挺好。啊，这鱼啊，来。你这边唠唠，往哪唠唠？你叫啥？哪哪哪哪？你坐哪儿吧？我坐这儿。那丸子呢？啊？这不这儿吗？就给你。我这搁长扇上都找不着。你拿什么？我来一条就够了。下边这个。喝呗。下好了下。就我个喝，没人喝啊？陪你喝啊？那就这你自己喝。还有白酒呢？没人陪你啊，自己喝。来一瓶得了。来一瓶啊，给他倒。不，这有呢。我倒出来了。我喝了。我简单行不行了吧？你给我吃。行，就蘸点什么吃行。哎呀，啥？咱不吃了还？你这的。一天冒了。哎呀，今天比闹的好吃。吃吧，赶紧。我数吧。几斤哪来的？五十一二斤。啊。吃吃肉吧，你吃肉吧，肉都熟了。这怎么样？咸淡啊？行，不咸蘸点就蘸着。这饮料真浓哈。嗯。这是果汁儿。果汁儿的。芒果汁儿。什么汁儿啊？是腐乳吧？腐乳的。搁腐乳吧，孩子。快点腐乳往这里。来来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